大冠鸠、飞机、有同框吗？上升气流，哦，飞机又来了。竹林隧道。接近向天池，向天池到咯，看看一下，敢有敢有？哦，过张蝌蚪。啊，有虾无啦？啊，有向天虾无啦？嗯，向天虾啦，绿色的虾子啊。糖啦，其实是糖，不是虾啦。敢有？再回去一定死的啦，不会活啊。只有这里才能长。各位观众，那个刚刚大哥说这个三天后会变两三公分，现在大概0.5吧。活了51年，终于看到向天虾。那个，过两天它就变绿变大只了，会长成两三倍。被压扁，它是用这个来克制。有两颗。好了，今天寻宝任务成功。现在我们看到了有点黄，脚很多的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向天池的特产，特有种向天虾。现在比一块钱还小，所以大概0.5公分。听说三天后就会变成五块钱这么大了，而不是5块钱，会变成10块钱这么大。到时候再来看。西风从面天平往西风上，这是第一次这样走，700已经走了400，加油！这里是大屯南峰，看看西峰、观音山、淡水河、大屯主峰、
继续走。哦，沙帽山101关渡平原，好，下山。